2023年9月1日开始，近100种列入 PBS 药品福利计划的常用药可以一次处方60天用药量。如果医生认为这样做符合您的健康需求，即可为您开具60天处方。在大部分情况下，60天处方意味着您花费一份处方费就能购买足够服用60天的药物剂量，这将减少您为重复处方和买药去看医生或者药房的次数。除了让您省时又省钱外，医生也能有更多时间服务紧急病患。联邦政府将利用这项改革节省的资金投资发展社区药房。了解您的常用药是否可有60天处方，浏览 health.gov.au/cheapermedicines/translated 或向医生查询是否适合您的病情。